圣淘沙即将在九月迎来新景点 Central Beach Bazaar， 打造老少咸宜的全天海边嘉年华体验。位置就在 Coso 和 Palawan 沙滩之间 ，Beach Station 直达。我们带你抢先看 Central Beach Bazaar 的三大亮点。亮点一 ：Sentosa Musical Fountain， 向80年代圣淘沙著名的音乐喷泉致敬。新版音乐喷泉搬到海上，日间每半小时登场。二音乐喷泉演出轮流上场，分别以90年代金曲和国庆组曲为主题，每场音乐喷泉演出5分钟，每天上午11点至下午4点半呈现。亮点二 ，Sentosa Sky Jet， 海上出现冲天炮，东南亚最高喷水池就在这里，水柱冲上80米高空，壮观无比。到了晚上，水柱由 LED 点亮，展现不一样的魅力。每天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登场。亮点三 ，International Food Street， 圣淘沙海滩将设国际美食街，以多元美食攻占游客味蕾。把餐饮概念以餐车和改造集装箱形式呈现，大家可期待尝到日式串烧、泰式面食、墨西哥 tacos、印度素食、本地怀旧零食等等。食物全在10块以下，凡消费5块就能免费入场观赏 Sentosa Sky Jet 和音乐喷泉秀。把美食带到海边，边看喷泉演出边享用。这里晚上还有升级版水舞灯光秀 Wings of Time 收费演出，不可错过。